长时间的不会致癌嘛？那水都是污水，污水过滤的，用的那个什么饮水那个净水器，像别的说用一两年，然后就会报警什么的，然后这个就用一两天他就报警了嘛。后来我们就打1235，打那个电话的，或者人家告诉我们6月多少号那个绿泉政府那边就查了，这个水就不合格。两次吧，一次有两项，有一项不合格，后来做了次复检，三项不合格，可能是室内水是标于20摄氏，咱们是不是20度吧？20度是焯的水情况下，按照国家的规定标准都是，如果采取适当的处理，可以继续再饮用。爱舒物业提供的最好，咱们这个既然做了以后，肯定是不可能说一遮遮掩掩。就是会有相关人员是负责这块的，稍后我让他们给您回个电话吧。视频